会很在意以前的事吗？我还好啦，我觉得就已经过了七年了。我要哭了，别哭了，我要哭了。为什么？好紧张啊！不用紧张。可怕，好可怕！所以你们真的每三个完全没有吵过架？有吵过架。嗯。我有一次我就问大家说，今天要去哪里表演啊？什么什么的。啊，建志好像被我们问得不耐烦，他就突然大吼说：“啊，你不是都有行事录，你知道为什么不看？”哦，我就跟他，我就突然，哦，我就真的没在看啊，就突然就忘了，就这样子吵了。就那一次啊，因为我们可能因为累积太久，我们两个都互相包容，嗯，都爆了。你会很在意以前的事吗？我还好啦，我觉得就已经过了七年了，就没什么好。你不用在意别人怎么想。现在好了，就是人生给你的路。我以前不知道我要当歌手，我一直以为我是会跟当一个很帅的老大。我觉得，可是后来你就变歌手了，那是老天给你的饭吃。嗯。可是有一天，你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吃这一行饭，你就是要再去做另外一个想做的事，饿不死就好了，要做一个洒脱的人。好。我刚好在路上抓你们啊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对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。超过人排队。刷彩！人大家都以为他很爱玩，可是他其实很内向，超级害羞。等一下，因为你面对客人呢，我来弄这个。你可以啊，好，我不会面对客人。好，我来面对。我不太有办法跟陌生人讲话。我不行，我会抖。水饺，不好意思，一个水饺，谢谢。我要哭了，别哭了，我要哭了。为什么？好紧张啊！不用紧张。是油吗？打蛋，加葱花，加鱼肉，跟煎蛋饼一样，再把饼皮放下去。好像不是这样，是这样啦，这怎么可能包得起来？你的答案。对啊，我的看起来太好吃了吧。